训练他们手的动作和节奏感，他们会慢慢跟着节奏感变快。他们的八字传神就像一副眼镜一样。直升机甩绳训练他们手腕的动作和舞蹈感，他们这样甩呀甩呀，好可爱，好像快要飞起来了呢。你们右边这边有一位森林泰山，他跳的是踢踏舞。自己学的。接下来是双人跳，双人跳训练他们两个的默契，这默契很好才能达成哦。接下来是扯铃跳绳，扯铃跳绳，待会就是他们的扯铃独自跳。扯铃也是我们学校在发展的体育重点项目。洪承瑞，他表演是金手指。金手指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第二位，魏倩伟，他表演是金鸡上架。金鸡上架。好，外星人。其他班的小朋友要掌声鼓励。他表演是基本绕脚加大鹏展翅。哇，这个都是高年级的动作，厉害。第四位是。第五位吴国彦，他表演是金蝉脱壳。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好厉害哦！怎么会有老师有传人呢？音频老师，怎么会有老师找到传人呢？钟慧老师是我们扯铃队的训练老师哈，那我看呢，以后那个可以跟玉萍老师搭档了。